因为都是写着。是的。咱们有照片写。行，一会儿我就拍个照片，然后我有个建议，就把咱们那个花少咱那个群啊，把它改成七只臭蛋群。好。行。没问题。哎，我正好是三蛋，你是四蛋呀。啊，三蛋四蛋。那我不当大蛋。要一蛋，一蛋二蛋三蛋四蛋。五蛋六蛋七蛋，那给我起一个呗，我不愿意当大蛋。手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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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弹，原子弹，头蛋，弹头，弹头，手蛋吧，好，那我是尾蛋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就，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它真的臭了。好。然后那个麦麦不是有个愿望要把，车给装饰了吗？车，土房车，画上我们七个人，七个人，啊、哦。行动呗。我先去看看它那个里边有什么。搁劲儿的造吧。啊。哇。干嘛呢，大力士？我要搭个帐篷。你要搭帐篷？对，有我想有始有终嘛。哎呦，我们可以涂鸦帐篷吗？搭个帐篷，在帐篷上涂鸦呗。你想搭在哪儿？我就搭这儿吧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可以。这片地已经属于我们的了，是吧？造起来。搁劲儿的造吧，搁劲儿的造吧。还有气球嘞，唱片儿，好多灯。我们先弄房车吧。好。咱俩一起搭的第一个帐篷，咱俩也搭一个最后的一个最后的帐篷，可以。Let's go, go, 一起，走走。我们也不用铺什么防潮垫了，对不对？直接打，因为我们第一次也没铺。地高，地高啊，地高一边。下雨了。第一天的雨。哇，这么大雨。这乌云来了，姐。你俩要不要穿雨衣？我们第一天穿雨衣了吗？穿了。第一天穿雨衣。那要穿雨衣。雨衣是我拿的，第一天还是？对。在那个床头。我们在这儿等着你把雨衣拿过来。我来拿，我来拿。雨衣在哪里？这是雨衣吗？哦。要雨衣吗？要雨衣最好。我都拿来了。谢谢。给雨衣，雨衣。